哎，师哥，导演，欢迎欢迎，请进请进。这就开始录制了吗？对，我们来开始发布任务了。哎呀，摩拳擦掌啊！是有什么特殊的身份，还是有什么更大的挑战？哎，哈喽，请进。怎样？我有点难做，我。Hello， 这就是你的邀请函和手机。邀请函和手机？还特算聪明啊，知道在门后。看来小的时候躲过猫猫。啥情况？嗨嗨，你好，我可以进去吗？啊，请进。哎，来喽！哦，欢迎欢迎欢迎。什么情况？欢迎加入奔跑吧，有一个邀请参加今天开场的一个请柬和一个手机，请查收一下。我手机，请拿你的邀请卡。抽出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是我太笨了。我有隐藏身份，开玩笑。李晨为了庆祝新一季节目正式开录，特意为大家准备了欢迎晚餐。吃饭这种事儿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今天只有接到同伴邀请电话的成员，才可搭乘专车前往用餐地。必须要接到同伴邀请电话，邀请电话就得是他先给我打呀。是的。那如果没有人邀请呢？如果没有接到电话的人，只能坐道具车前往我们的用餐场地。啊 ！Oh my god！ 穿的这么隆重，当然是要，对吧？是要坐好车了。啊！我今天的裙子真的坐不了道具车，我真的，我要把这裙子上的亮片全都抠下来吗？